那么这终于大客人家了，我他妈终于 OK 了，这是大他妈也受不了，我就放下。义父补光辉，给大他补光辉。法系的话，冰川冰对面的二一号吧，好吧，一号，请一号吧，一号请了。觉得还就是直播的问题，直播不开延迟的问题。哎呀，我行，没说你，我说思思，抖音没开过延迟。这人家不说，人家不说，我不知道，我是现在说你才开啊，我不说你都没开的，是不是？前两天没开，今天开了。我今天不说你，你也不开。人家一看，哎，主要是人家随便一搜索就知道，知道吧？人家随便一搜。又来我身上了，但是主要我这也没有写着我的直播间呀，宝宝没改名啊，宝宝没改名，人家只要有心的人好吗，只要有心的人一搜就搜到了，看个正跑了，我他妈这多久了吗，终于大客人家一手了，这是对面是给力啊，很强的队伍，七名楼的分散队，不是，那几条路反对，一群多号的，一群多号的。白子龙是那，白子龙是那个区啊，往哪个区了？那砍五号，兵五号，砍五号，兵五号。地府给对面，给我来女角，把他化身给他女角成甩灵之术甩了。我速度应该不太慢的，我敏捉起，速度很快的。砍五号，兵五号，怎么把我打一号去了？这是。一号吧，刚神佑的。直接脸杀了这就。啥玩意儿？让他知道什么叫抗性。你法系的宝宝能不能配化身？那好，配不了是吧？我没注意。宝宝动了，配不了化身，能配大好。哎，试试你邀请我打副本，邀请吧。哎，已经开了。开了，打完。不用说宝宝，试着不说，不说宝宝。好嘞，试试你宝宝给大唐塞大金啊，给大唐塞大金，然后化身回去活蛋破血把他们大唐点了，经济五抽啊，经济五抽把他们大唐干掉。随便他吃不吃什么不龙，我们用破血点的，他很累的，他这样打的话他们很累。我们是无责点的。伤害完全不一样，我被破甲过啊，给大唐再拆个大金，把他们的法系机遇弄了好不好，把他们的法系机遇点掉，破甲机遇破不啊，不过了，我碰到了，还有这么多碰到，蜜润都还没起呢，把他幺了三给他打光，一会儿我们破去点杀了，随便点。我操！有点明显。告诉他什么叫伤害，龙杀。抱不动啊。但三个法系都没问题的，因为三花肉是干不动的，三四肉问题不大的。死了，好像渡劫掉了是吧？死了，掉了。操、啊！大克反秒我们八千，
哇，法系全磨的没能耐，好猛啊这法系。一副爪子抓下吕游春，把吕游春抓一抓，抓吕游春。你不给我光辉吗？当然被破甲了。嗯，光辉光呗，光也行。我密润了。有风力没？有风力密润密。开头不给你光，还给你光。光了吗？没注意。哦，对，你开啥没放下？那没毛病。没光过他大长房，你300开刀是吧？你这个大长是什么大长？坦克呀，肯定是防御也高。嗯。刘林子好像少甩了一个，好像少个林子对面。防御圈掉了。大唐教宠吧，阿西自己开密润起了，把密润起掉。宝宝继续四号啊，好像真少甩个灵之术，他比我快一个特技，他比我快的真多，这是。不过他是25，他是20的速度，我是10的速度。我比他快了，完了，这副本的怪完全打不动。养成人心，有破血吗？破血经济舞继续抽大行 ，OK。破血经济舞啊，继续抽大马大行，继续干了，来吧。我有琴音。那你琴音呗。他可能宝宝可能会顶大剑，顶大剑尝试一下，反正是破血点的无所谓。养成人心的活血，打你活3000，4000血。领个大金7000血，7000血应该能死。啊，女妖神被吓了，不知道放了什么。7000血。这点杀你那好轻易死，啊，不是大死亡。不是呀，你不是大死亡，你去个黄翠就行了。有没有毛病？放个通知。因为我觉得他包死的，白区。放了。点了化身，点了死吧，他妈的！你摄魂的化身，点化身，把化身干了，好不啦？破甲，来吧。没破甲。没破甲，翻天印，摄魂，摄魂，把他化身干了。我没破。差了，他接了。先挂好了。我操，有点够呛。哎呀，有点够呛，搞不死。嗯，有。
他女儿剩下行，我把他笑掉，你地府赢的吧。地府这岩掉法系的话，你这一波、啊、冰川冰冰对面的四号手嘛，四号手冰的宝宝四号先清了，来吧。啊，这个要有大伤点大呀。你根本死不了，死不了！红孩烧对面四号手，快点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！他吃好没吃出来？五成人心的话，我这一波直接强风化身，你直接少化身好吧，化身少了，来吧，再点化身好吧，经济不错啊。我气死了。哎呦我操，坏了坏了，我没有强风日了。哎呦我那你都空女儿了，我没他快，没他快，我无魂，我没他化身快了，我来不及了，我已经出动了。我操，强风，我刚强风了谁了？强风女儿了，比他快，甜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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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宝贝，甜啊。哎，血不多没事，六千三而已。我操，红孩也烧不动，拉倒吧。宝宝没蓝了，他妈的！你地府叫宠吧，宠叫了吧，叫宠叫宠。他点的是你大行吧，点不死吧？你把一号红孩冰川冰掉好吧，把红孩冰了。不法连死不了，是法连死，法连加 boss 就赢了。给大桃点个大金呗。不用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比较快吧，这马上就没必要。他没舔，他舔就好了。他舔他就他舔的话人线没断，无所谓。天哪，我他妈剑斩他也死了呀！他那一手火爆啊，一手火爆一万多的剑斩死不了。那你假的。哎呀，你这去掉了，可惜。你封法系呗。你大唐叫宠吧，宠先叫了吧。法系的话，秒一波好吧，点这边的，点这边的五。五号秒好吧，点五号秒，点五号，点五号秒，红孩点五号烧。地府爪子抓，帮我抓一手啊，要不然下波我没医术了。他化身现在没有人性，又没有宠，他女儿身应该只想着吃行去了。
拿起来不找死吗对面？哎呀我操！这还不如直接点他大行了。你平砍吧，好吧，砍那么一号虫吧，你继续秒五号吧，五号秒了，一号五号都能死，把他宠轻了吧，轻宠轻宠。不点不点。他话是没人性了，等他大行站住吧。站住点大行。站不住。够破血应该是吧？够不够破血啊？我们空飞路哥，他又没打过我。上把丢两把破血了，有没有活了一口上盾武汉的那女儿村不好说够不够愤怒啊，这女儿村大行必死，他活大行点我们大行了，有渡劫吗？有渡劫吗？有没有渡劫？渡劫一下大行，你渡劫一下大行，渡劫了我出好吧了，好吧了。法系的话，你这一波的话，你秒了是吧？秒了就秒吧，来不及了。我下波没速度圈的，不晓得蛮太快。那是宝宝，我知道。法系没放。他法系没费怒进生啥呀？死过。两回合塔，弹了一下法系也不够。肯定是够的。那就直接宰他大行呗，好不啦？剑斩吧，剑斩单抽吧。我擦，开始水了，树都被踢掉了，这两个踢掉很好用，不错。开始水封了，我去！你法系的话瞄起来，大他把一号把砍掉，好吧？一号明显是一个那个，把一号砍掉。对，一号明显是个四级。你才砍吧？你老问我分不分的，我不砍他也没分你。你不砍这一号怎么死啊？你拉地平了吗？没有，我这拉地平明显一号、一号把我吸收的。是呀，你有没有拉？你有没有拉黄沙？对面牛村可能够了，对面牛村的分路。如果你拉了我再换，我再清他呀。踩个塔呀！你老问我要分路，我不踩他哪来的分路？你告诉我。
也好，他女儿算放了。有盾，有盾的话，咱这波就杀对面大唐，好吧？很少啊，很少压对面大唐，把大唐压了，就杀对面大唐，很少单抽啊。别以为上盾你就安全了，上盾活血的死，两次人性活血的死，你换个叫宠都行了，叫拉缸子，拉吧，拉缸子拉地形。有真的还行，秀琴吓他，一直消伤不中，有点难受的，好几把没中了。又打雷子，试试你副本还没开完吗？拉我。嗯。操了个 DJ 了。这边上，这个好像有地图上的敌人。谁给我吃蓝了？我满蓝啊，哥，一把血没活的，我一把血没活，没啥好干了。我都没回过血，这蓝给我顶的。给你回个速度吧。他也没找我呀，妹子。有渡劫，给大唐来个渡劫啊！这不能错吧？给大唐来个渡劫。你法系的话，这一波、啊、没有风铃，没有风铃，冰川冰把五号红孩儿冰了吧？衣服爪子抓 ，OK， 巩固一下速度优势。怎么会没事干呢？思思，你驱散两个法皇都可以驱啊，怎么就没事干？是不是？好的。继续副本，继续。叶子不够了吧？对面刚被效果，应该不打够，应该不打够。叶子够我死了，应该不够，我上次不够，不够可以，叶子够我死了，下吧。对面应该还是丢针的，我进行金掉，我进行金掉，小死亡直接挂对面的，就挂大行吧。就刮大行吧，来吧，就大行，就大行，获血点吧，还是很少点，很少能加那个空切了，很少空切了吧，拉倒吧，试试给我顶个大，试试给我顶个大，我金青了，开啥？看到了，我不说了吗？我金青，我金青点啥？带我一次，老师，现在我估计未来又可以，没有，我看到了。对面恼羞成怒，拉坤怼我，哎，别天了，没一半血裂开了，还好我上把风法修，不风法修我真死了。下吧宝贝，好，空切了。我们主要上，我们有几好几把七杀了，还不空切啊？有孩子，有孩子，花生都要嘎，我感觉。
我丢针了，地府赢了。你化身加笛子哈起来。他不疯吗？他疯地心就疯吧，无所谓了。我真他呀、啊！不加笛子，我真我真他了，他疯个毛线了，我真他了，我真他的疯个毛线了，是不是？哈五哈五号红孩儿，我哈一号啊，我怎么攻宝宝啊，哥？啊，你攻的，那你打一号。我他有四星，我能我不是攻的，我出啥的？我怕你触发的呀，关键是。那是吗？明知道一号是个四星，然后我再出个啥的。对面甩错了，甩错了，他甩尺了，甩错了。我知道甩尺的，有点紧张。他化身好像也操作错了，化身没操作错，化身推拉了。我跟你说，他化身，他化身怕死了，他就六千血，他推拉现在有一万血了。我本来到下步要弄化身了，他推拉推这么一手，一万多的血了。掉！哎呀，这个掉人好牛逼啊！打谁掉谁啊！还不飞，别乱绿。刚绿了呀！给他化身丢个五字金，把他化身烧了，加魔镜，竞技五单抽，他化身也能死。龙少找个五字金，他地方大吧，地方那我笑不掉，没办法，你没他快，没辙。那估计也死了，金刚加魔镜，这波是金刚加魔镜的伤害，对面顶不了的。这波直接两千多开刀了。有破甲物，前面没破甲，后面破甲的。都三千吗？两千多开刀了，他就一万的血。死亡挂住的话，三千开刀吧，因为之前没有破甲，现在有破甲了。我操，打倒吧，让我反没说。第四楼还金甲了，我操！得了，姚老师还没出。我操！没死。我操！留白啊！我丢个钱砸一手，不管他了。你化身叫什么宠叫了吧？大唐给自己把血量顶满了，给自己血量塞满。我丢个钱砸一手，砸一手。你地府起鬼也秒，好吧，起鬼也秒。对面明显一号是个引攻的。我操，这个都没死，什么奇怪？两刀就贴了，第二刀就贴了。不操完了吗？啊！哎呀，化身之后打没了。哎，还加了五百，搞毛线了这！完成宝二没找到。哦，不对，找不着，对，那个宝宝发汤会了，嗯，没有。进攻直接绿了。有风铃先起密润吧，密润起了吧，起密润，起密润，大唐砍三号叠漫天去吧，把漫天先叠了，叫虫啊，赶紧叫。我的个妈，这个点不死，
太延迟了我。现在跟你的延迟有毛的关系啊，他妈对面都没防，我们是没电视，就说伤害不够。没事，没有风铃主要是。他们说要投诉我，说我没开，我说我开了。没有，我没开，我跟你明白。又活了，对面还有现场点杀的机会，对面会一击必杀干我的，对面真的很久会一击必杀干我。他法系够经验啊，又他妈神了，试试还有五龙没试试啊？有。欧龙，你自己开了。阿斯玛的孩子活了，好不啦？我操，我这个血量需要顶一手。我们点对了法器，把法器点了，好不啦？小伤再挂。点吗？不可以防点的。嗯，不防点，他舰长干我的。你再把他空切了，行了，来吧。那我加魔剑给你顶药啊。加魔剑吧，加魔剑。那我就没法给你顶药了啊。啊，不顶了，他这波应该不敢点了。我可以防点的。他没这么敢点的，小宋对面真挂了，你把他空切了，我操，我8300的血，我真死定了，死不了，文哥，完了，我死不了，龙龟狼，他龙龟好像不分数，我记得啊。哎，他真不配速，不配速，真不配速！你给我顶那个是吧？你给我顶的后腰，我顶他后腰，我守他了呀！哇，你守他了！你感觉一个进来你能扛住吗？听到？你都看我能不守住他了，文哥？守不住，怎么守不住？张嘴就能守不住，那你该死！你看你不该死吗？你不说都不守住了。会啊，这是剑会。还行吧，对面女妖生丢针的话，我们这波小死亡挂不了是吧？你把大唐先活满好吧，把大唐不是挂大唐怎么挂不了呢？他没人心。那行了，挂大唐单抽把他抽了，来了，挂大唐单抽，可以，他中我们的这波。我可以清音喽。你清音可以清音。单抽啊！我的法兰都加了，我操！他对面女妖生疯过来的，清清。你不是真的吗？到底真不真？啊妈的！人家你都已经他妈出手了。不是你不是说真的吗？啊，确实真的。那真我法兰没毛病啊。我跟你说，对面他妈一堆地形来了，对面。还地形啊！我抽不死他。哎呦，这地方顶的根本挂不上，你轻易根本死不了，只能靠法莲。哇，这法莲真的是，不用给我顶药，给我顶这么多干啥？还没能力杀我的，继续挂，这波轻三叠吧，叠了好吧，剑斩轻三叠挂啊，来吧，我剑斩丢给他，哦，意思你两层呐、啊。我有破血，现在是那你破血，那你破血呗，你有破血就破血。把法器活满，要不拉缸子了。我激活起来，我。倒了。对面的话还能严一手。等我三个了。5000血，不紧张了。
上血，一点毛都没有。你大唐宝宝开法系啊？法系没有那个了。有啊。大唐宝宝开法系，你有舞龙吗？有舞龙，有舞龙也大唐宝宝开，好吧，大唐宝宝开，大唐宝宝开法系，地府这不要严吗？尝试严一手吧，怕那个毛线呢？要不要点化身上严一手是吧？严一手吧，不点化身这不，这地方什么化身？我密润哦。你密润，大唐宝宝开啊，大唐宝宝开，你亲个宝宝，才干将呢，好。这边随便封我们一个点化身失败了，没必要的。不是呀，我化身可以保替胡宝，这女人一定是真的呀。然后他一定是这样，我开法系，我打狼少，然后化身对我不对劲，完美的。但是你不点散了。你看他开不开吧，那人家盖罗了，拉倒吧，又他妈点不死。吓死他！注意地形了，砍地形把地形砍掉，地府出个宠把宠出了吧，好吧。砍地形把地形砍掉。你鹈鹕提大行要不？他比我快是吧？不是，我是怕这边吕奥川封大行。不是，他地府有我画，有你快，有你快。你破血了，那你不用了，你甩断线不我都行，甩断线吧。都已经破血了还怕啥了，只要大唐能砍出去他就没怕。不是我的意思，你要怕他点我的话我就保一手吗？不这个意思吗？点确实点你的。那我该提壶的呀。我这不觉得你有破血。我说的也是那个，我操没死。好、啊。好快，完蛋，大唐死了。那我该提壶保一手，你怕他点我。我操，这么痛啊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地在加笛子了是吧？加了呀，花生牛，花生加了呀。哎，可以，可以啥给毒死了他。没事，给个王亮吧，给个王亮，把王亮给了我，两货就起来了。你法系冰宝宝吧，把一号吧，冰了吧，冰宝宝。还两货起来。排地冲刺了，对面操了，还绿一个，操蛋，这波飞了还拉不起来了。哎，可以，还没拉起来，大行月宝锤是一直舒服。地府有摄魂吗？摄魂地形，法器把地形冰了，你化身上盾把盾上了，随他怎么造，下不我活了。就是一号种飞还拉不起来，蛮好。他现在还得拉起大行才能活血活，他龙龟又不配速，又来。还来。真快啊，这几天。想清场他们。他们想把我们宝宝打的没有宝宝拉人。想把我们打到这起。打了这什么？划一只，划一只，要把大行压死了。
老大行压死了，好像我把罗汉盖了吧。行，你地府把罗汉盖了，你法系的伯伯给化身小双解掉 OK 啊。好了啊，你法系的话这一波去秒对面取秒吧，秒三号把三号秒了吧，秒三号你地府的伯伯拉我吗还是怎么说，一号伯拉我吧，化身伯伯拉我吧。那我在拉大堂了，你的打一手吧，你这别拉大行了，我佛慈悲拉大行可以错好吧，错好吧，错好吧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剑斩一手，斩一手可以。我只能赌一个呀。对对对对对，要赌一个，确实要赌这个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三十一号对面是干嘛了？对面拿工地型，拿工地型点我们的法系的。我只能猜一个，能不能猜到猜不到散呗？嗯，有道理。好歹一个没出手，这个不是，就他就是青毛波的花人拉人，他这个小时候挂的是什么，人不还有俩地听吗，你知道他的法系没五龙了是吧，没了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靠那俩法系，靠那俩毕竟三法系太多了，没有工地型不靠，你法系够不够精气呢，看看55，哎差远了，你将去吧，我给拉一下，你大堂叫宠人活血活大堂，把大堂活了，你法系人拉我好吧，法系人给我拉起来，你自己给自己吃五龙，法系人给我拉起来，我活血保不住大行了，活血保得住大行了，对面扫不动我们大行，对面都不够很少知道吧，我离远推吧，离远推他死，离远推大堂就死了，不能离远推，离远推也是死，他有个二号地听啊，哥哥他说二号刚出了，我操，对啊，我想斩他一手，你叫我出老高不是听你的吗，还行还行还行，没中，冲出来，操了，这他妈血亏，你还起不来，起得来，我肯定起得来，法系人拉的我怎么起不来啊，我就怕他这个是慢的呀，你看看，啊哦，攻的，啊哦，没宝宝拉人，没宝宝拉人，我操了！你就让地府宝拉你就行了，拉起来拉起来强拉就行了，你这没宝宝拉多难受。换这边的能源台了。地府人拉大行嘛，地府人拉大行，大行出出宝宝，你化身这波凌云台，行吧，凌云台凌云台，这波拉不起女生了，别拉了，化身你发现没金钱呢，没有，没有金钱，你取秒吧，地心秒了，宝宝的话你给化身甩地，给化身加大金好吧，快点加大金，不用，我不要大金，我不要大金，没大金，你上把凌云台我大行就死不掉了知道吧，你上把凌云台死了，三层零元，哥，你上马活了6000的零元，还是4500？你大堂怎么不死啊？我活了4000，你活了6000，你零元台只有4000，六千吗？活了4000，我记得活了4000，就活零元台就4500，你一样是死。妈的，对面无限上地形了，这个是慢的还是快的？我肯定是引攻，我这条出地厅我肯定换引攻啊，我不傻、啊、那你化身怎么办，你这一波你化身也叫冲，地府也叫冲，大堂剑斩砍一个来吧，只有一个是刚，只有一个刚出的，出了几个啊，没注意、啊、5号是刚出的，2号是刚出的，2号5号是刚出的，2号也是3号刚出的，3号5号是吧，3号5号，你化身出好吧，快点化身出好吧，
别拉我，别拉我，这不拉不起来。化身也叫宠啊，法系秒，把三号秒了吧，把五号秒了。我靠！哎，我大唐死了呀，他比我快啊！你出宝宝没事，你出宝宝，你不出宝宝不好整了。他现在又没有命谱的，他只要点不死你化身都无所谓，只要他点不死你化身就无所谓。连一下，继续连啊！连连连连连，追回去，对，追回去 ，OK OK， 你只要化身不死就行了。我死不了，我硬件。大唐死就死了，无所谓。妈的，大唐没攒到五号，好。有人拿龟速吗？你这是龟速吗？又是个荧光龟速吗？我没有，我没用龟速，地府龟速，没事，地府龟速。要求还挺高，地府的高速。那一号包拉呗，我操！一号包他们秒6600，我操了！你地府都是高速，你地府这波把无间盖掉好不啦？把无间盖掉，你化身的话，这一波我可以开自己活你，你开了自己活我是吧？开你啊，我开你啊！那活我给我活了，好吧？给我活了，给我活了！你拉我开就行了，好吧？他一号是刚拉的地停一号，我知道你拉我开就行了，好吧？快点快点，给我活了！你第五不读，你能活吗，哥哥？我法系他妈怎么中大死亡岛的？哥哥，不知道啊。哎，再来一下！到，8700够多了，够多了。是二号刚出的，五号刚出的是吧？不是二号刚出的，二号刚出的。行，真这么多。看着台了，看着台了。轮子怎么真的？地府别死了，地府死我只能喊了。我操了，我这波好像喊也没意义。地府的波拉大喊好吧？几号刚出了？二号。二号刚出，你把二号先砍了，好不啦？你把二号砍了，你化身这波活去活刘春，把刘春活了吧。法器的大金给化人杀一个。我没大金了，没大金了，拉倒。那我还活你吗？你活我吧，我接个罗，我扛得住，我接个罗。衣服走了个金，没问题，这不能放消死王了。他拉了个神马都没有快，我靠！衣服抓的，衣服前面抓太多了。嗯，抓太多了，确实他拉了个神马。哎，什么情况？蓝不够吗？我操！为什么他比你快？他为什么比你快？我靠！那我他妈哪知道？不然没拉我没斩出去啊，哥！行，这次圈比我快啊！你地府的宝宝拉吕儿春，把吕儿春活了，好不啦？地府的宝宝拉吕儿春了，把吕儿春活了，然后地府人毒啊，毒回点血。法系有九转，没拉大唐，大唐可以叫宠。有，法系拉大唐叫宠。我都不知道叫啥宝宝了。你赶紧叫啊，别跳了，避雷呀、啊。避雷避雷，一定是避雷，清那边地形了，我们没宝宝清地形了都。我下把没有活血了，不够了。
义父继续叫宠，化身不能活是吧？凌渊台没有凌渊，没有凌渊的错，宝宝，宝宝叫了，我给你吃个蓝吧。你给谁吃个蓝？给化身吃个蓝。对。给一个给。你得这个不能发送，发送很难受。我真他了。知道，看到你这样了。三层针我这甩了，不管了。还差这羊户，地府拉的是羊户吗？没事，他延不了，好吧，他不能延，没关系，不能延，他不能延。妈的，今天中了多少个武魂呢？我操了还。化身还得继续叫宠才行，你化身叫宠啊，继续叫，继续叫，叫叫羊户好吧，我把法系子拉起来，法系秒秒起来，就叫羊户，我上盾，我拉宠，你有没有大金的给换塞 ？OK， 你比我刘云大狼比我快，很难受的文哥，那也没辙，地府有刘云绝吗？这么不读我们血量都太低了。我都要死，还没有剑斩，怕啥？我记得有大金的，还有毒的。然后抗毒了还是？我只能三 DP 我的手，对，只能三 DP， 应该能神得住啊，应该就神意识。你妈的！对面不能争啊，对面争不了，争不了，争不了，我去封下法系，对面应该没多少地形了，好不好，随他消算怎么挂啊，我试试回合，我等他那个真没了我再争他一手就好了。那女游中可以反手真我呀，他妈的，你不说他不秒吧秒吧。哎，我们他妈点的死对面大行不啊，我操，应该点死大行的，傻逼了，确实应该点死大行的。哎呀，这把他妈小船挂大行单抽大行多好了。哎呀，好蠢呐，来不及了。他们已经冲完了啊，已经冲完了，也没有那个没有什么伤力皮了，扛住就行了。我操，平秒五千，真的秒得很。小船挂这边大堂，好吧，挂这边大堂，我强拉你法系，你法系把这边大堂单抽了，尝试一下。龙沙的宝宝是高速吗？给我塞一个。引弓啊，给你塞一个玩敲他呀。给我塞一个吧，没大劲，只有四海啊，四海塞，帮他给你卡位回飞，操了，风中大喊，哎，他先手真我他妈的真是没办法，我下手真他我们就起来了，嗯，有
位啊，你给他丢魂啊。我也粮食不就？我要种粮食，我的哥，一手都不够。需要个法莲，真需要个法莲。一神风，你点个毛线，点不死。啊，怎么点不死？爆死了呀！你这老头子，不是死了吗？牛逼，对不对？牛逼牛逼！对面他妈，比如说没真的，我们把这边严了，我们严那边三手可以。哎，我们下步再严吧，好吧？我们这波不严，我们下步再严。房子那边这波逆境了。这边一个封印，两个封印，房子这边逆境了，我们能逆境吗？我们好像逆不了。我们法器有没有逆境？我们法器好像没有逆境是吧？没有，没有，算了算了，我甩无魂算了，房那边逆境，你严的吧，严的算了，严的算了。你法器这么干嘛了？去秒了是吧？你把宝典逆着打，宝宝随机打，别打法器宝宝，宝宝随机打一下。只有你一个宝宝，我们宝宝全是血宝宝，我们宝宝都是龟速的。不是背书的呀，你法器宝是背书啊。你法器把那个战神宝典立了，知道吧？战神宝典。嗯。你没回春吗？没了，啥都没了。有回春也没用，法器都是一刀死。你法系啊，你法系的话，我宝宝拉你，我宝宝拉你，然后你起来出孩子，把孩子出了，好吧？嗯。二号杀人力皮啊。二号杀人力皮，你保李旭清呗，好吧？只有李旭清了。你还不止人，文哥，你死了怎么打？不止。你妹，老子风来个谁来个，操了，完蛋了！我说你要死人，你不听呀？哎呀，起个酒盘好了。哎，我也跟你说了，二号山里别都提死你了。哎呀，起个酒盘好了，我操了。这下我死了还怎么搞？哎，没死。还有三号呢。哎呦我操！哎，完了，法器没拉起来。大唐一火小锁，化身几火小，化身两火小锁。你地府拉法器怎么拉呀？地府拉不起法器，关键是严吧？啊，没严，我拉呗，那只能是我拉呀，那怎么着？你壁垒拉，你壁垒也拉不起来，估计你孩子拉下壁垒拉下，好吧？法器出孩子来吧，出出出！地府给他们甩个武魂吧，给他们法器甩个武魂吧。那边怎么还有命谱啊？啊，你。我就说你要紫人啊，你不紫那有啊，你不骑你那谁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还有几回合，我擦了，三回合，两回合，对面还有几回合，对面三火起来，我也是三火起来，我们大唐的话两火起来，对面这波继续点法器了，你地府毒给法器顶纳金扛得住吗？扛不住啊，这你法器暂时保点先立了，好吧，立保点，保点立了，没法整了，扛着先吧，看能不能扛得住吧，好吧，三火起来。
牛皮。我操，对了，法器比我们宝宝都快，比我们孩子都快。一滴血给他戳死吧，戳不死。晕了吧你！你地府给那法器甩无魂呗，好不啦？甩无魂吧，冰川冰吧，把好吧，把那边伤了把冰了吧。冰一手，冰一手，还有几回合？还两回起来，大唐一回起来。我还有四回，你化身一起来我就起来了。哼，坚持住，坚持住。对面地心已经冲光了，有地心对面肯定继续出了，对面已经冲光了。神一手心波，还有地，你大行活了，你大行活了，孩子拉大行好吧，把那边的地形砍掉，地府无间宝无间盖了，来吧，无间宝无间盖了，孩子拉大行，大的把地形砍掉，你砍不掉的呀，他要是慢的会渡劫，快的我就死了，反正我听你的了。那你就得砍了，那你必须得砍了，你不砍漫天也能打得死，你不砍就结束了。我只能你只能赌他是慢的，地府去驱散他，我去给他砍了。你只能读这个，懂吗？哎呀，要是漫天也能行呢、啊。漫天就，还没渡劫，没渡劫。快的，是吧？快的我就守不住他，一定是这样的。结束了，哥，分都刷了，文哥。啊？分都刷了。二十三分。你没看着吗？没看着。